妈妈妈妈怎么回来的？啊，说哎、欸，你有没有买高粱饼？哦，啊，你怎么没有买？他说他太多了。稍等一下。稍等一下是怎样？他要烤啊！啊？他还没烤啊？要烤啊！那四根竹签的就是，啊，你看不到吗？那、啊、你买了什么口味？我只买高粱酒哎、欸。哦，合理。